大家好，最近大热的韩剧《梨泰院 Class》可以说是引起了全民追剧狂潮，精彩的剧情和主角造型更是十分可圈可点。女主角金多美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人设方面都十分讨喜，男主角朴叙俊的演绎更是让人爱恨交织。你追剧了吗？近日《梨泰院 Class》举行记者见面会，四位演员齐亮相，现场的气氛也非常棒，先来分享一波剧照吧。女主角的长相也可以说是在韩剧中十分特别的存在了，五官都是让人很有记忆点的。齐尔的微卷短发造型清爽又减龄，搭配下半段金色的拼接，潮范十足。朴叙俊身穿一件黑色连帽卫衣，搭配酷炫墨镜，气场十足。24岁的金多美还是很有少年感的，搭配学生装，造型依旧少女气息爆棚。不过金多美的拼接短发造型还是非常潮流的，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装外套，简约又干练。金多美半马尾造型看上去更显活力与俏皮气息了，米色的小高领内搭，外搭一件毛绒外套，同样也是十分清新淡雅的搭配，看上去优雅又不失甜美。金多美还搭配了一款金色项链，瞬间提升了这一套搭配的时尚质感。金多美在剧中的妆容也是非常清新可人的，大家觉得呢？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《梨泰院 Class》的记者见面会造型吧。金多美身穿一件黑色露肩连衣裙，搭配上低马尾造型，优雅又不失性感，双手插在前面，意外地带着一点酷酷的感觉，魅力满分。朴叙俊身穿一套黑色造型，两人并肩站立的画面，浪漫中又带了一点酷炫。朴叙俊身穿一件黑色衬衫，搭配一款黑色外套，一身黑色造型十分低调酷炫。朴叙俊的衬头造型十分清爽帅气，搭配上衬衫领口未系的穿搭，看上去禁欲感满满。朴叙俊双手插兜的样子，气场全开。陈娜拉身穿一件白色西服套装，搭配上黑色齐肩中长发，很有职场干练女强人的感觉。全娜拉还搭配了一款白色丝巾，上面还带有黑色元素修饰，看上去复古又文艺。刘在明身穿一件深紫色绸质衬衫，外搭一件酒红色西装外套，十分帅气有型。刘在明还搭配了一副金边眼镜，看上去书生气息满满。两位男士双手插兜，不同风格的帅气，尽显男士的成熟优雅与活力感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《梨泰院 Class》 最新的剧情吧。